从这儿摘吧。嗯，好，我们就摘这儿吧。李子在这儿，它是酸甜的哦。李子上链接吗？我们先摘下来上吧，上吧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话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它是酸甜的啊，酸酸的，八分甜，就是七八分甜，两分酸的，两三分酸的，农家种植的，没施农肥的，没加任何的那个什么添加剂，他都是自己想吃自己吃，想吃不想吃的那种感觉的，我想卖不想卖的那种的。嗯，自然成熟，他是要自己种了自己吃，然后呢就是很甜的，不甜，八分甜，两三七八分甜，两三分酸的。那再轻点，妈，这颜色不颜色真的不好看，你这两个垫起吧，这那个爷爷，要得，垫起，要得，那个这，他那个灰灰真的不好看，轻轻的在这儿扩起，要卖东西的，我们弄掉爷爷，我这边二些爷爷要得，还垫起，我就给我帮打了颜色不好看。你个人买东西，你要整颜色好看，人家才是了。那赶紧去做。啊。不行，赶紧去做。你咋干不来呀？嘿嘿。我叠好。要得。叠了打哈，这个颜色不好看了就。被你整的卖了，对呀、啊，跟那个阿姨她先前是不想卖的，然后呢被我就是说着说着，她就直接就是那个卖了呗。现在库存那个梨啊，丁香梨还有一单，后面只有一单，上链接啊，稍等一下，我先摘了先，摘了看一下有多少片。太厉害了，有点。好吃吧？酸酸甜甜的，酸酸的。哎，大块子嘛。我每年都来，你不叫娃儿些就回家吃去。哦，娃儿些自己摘的自己吃。喂。哎，姑娘。一股料，而且还吃的。我在今天搞那种。大包口料。啊，你们自己这个，我这个，哎，运菜，哥，哎，我拿运菜。哦，要得，这儿有秤，我那儿也有秤，都可以。你框框是不是还在那儿哦？啊，同那个背刀。背刀。应该还在那儿。嗯，那还有大点，我娃儿卖了，你把钱转给他就多少钱？要得。加他微信。我没得微信。哥。吹。啊，要得。下不是吹要死了。那你再过来喊我就得了。哦，要得。如果那个阿哥不够，我就再来拿个新鲜的。哦，要得。明年我要补你们了。你才干个几块，要不？不补面，你吃了，打死你吧。不过也不能找事去摘了，给我这个。好。快点卷卷，安卷，他们那是设计的。该大的小的不要，你给大姐说，以后什么农夫特产都有，姐，农家的东西把它卖。对，李子是脆的嘛？李子是脆的，对，
我们要摘大的，小的小的我们就不上了，小的小的我们就不摘，然后我们摘的是大的，大的那些李子。本来大姐她都是不想卖的，我都在这边都已经就是跟她磨蹭了两天，跟她说了两天了，我就在手机旁边，你们在屋里那个路由器上面，路由器上面坐着吧。然后呢，姐姐们，这个的话它是酸的啊，它是轻酸的，摘深一点的，路上的话容易坏啊。啊，好，其实还好，还行，应该。现在这些的话就是发花，应该还行。哦不，有点小小个的不太好摘呀，我是不是应该叫大姐一起来帮我摘一下好一点？这儿小小个的有点不太好摘。我应该要叫大姐一起帮我来摘才行吧。李子是脱骨梨，是脱骨梨，脱骨梨半边红。哦不，不得行哦。不好摘，不好摘，确实是有点不太好摘。我让阿姨脱骨梨半边红，对，我让阿姨帮我过来摘算了。我去看一下阿姨，让她帮忙过来帮我摘。李子什么时候上链接啊？我摘完就给你们上链接，你们就是不要走开啊，要不然的话你们走开，等一下我一上链接你们就那个不知道什么都抢不到了。卖多少面一斤啊？它是1.5一斤。
我就这样算了。人家肯定不愿意，对，因为出那个就是上链接，一会儿要出去，不行，我现在不能给你们上链接，我现在上链接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呢，还有多少呢，对不对？师妹梨没有啦，梨阿姐现在不知道上哪里去了，我这边就是改不了那个就是库存，好像库存应该是没有了，阿姐她在那边就是看那个货源。在打包我们的梨，要今天发货嘛，然后他在那边就是看那个货，然后呢现在这会儿话没在这边，我看一下我这边能不能该加点那个价格啊，要加点那个库存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要阿姐那他那边改才行。还挺重的，谢谢唯一姐姐送出来礼物，感谢我唯一姐姐。这么紧啊！我不搞得等你，对。这是谁的？这是你要吃不？这是谁呀？你要不要吃呀？这是谁的土呀？不行，我们要摘一下。这是谁的土？你摘。我的。那边呢？摘这个啊。你要不要吃呀？我只吃。你今天去讲。哎，你就是刚才那个呢。这儿多了，我就是上面要盘上去；这儿多了，我就给它就是剪下那个怎么说，就是给它掰下来。粉丝们来摘。对。摘梨子，过来摘梨子。这个红红的，谁吃？我要吃。太酸了，酸吗？阿弟，就牛板，就爸爸自己搞地的嘛。哦，我看过。哎呀，你快上，我要出去。哦，好，你不能说这里，你说这里很多一样，那地方人多吧？地方多呢，朋友弟弟不是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玩具，1.5元一斤，太便宜了。申通快递啊，申通快递。对，马上啊，玉姐姐，稍等一会儿，我让你们改一下那个库存，库存还要不要上呀？哎，你这个库存还要上不？还要不要上点呀？我在这儿摘李子呀，在这儿下面，啊，你自己。啊，你今年的他们那个就是脱骨的那个那两窝这儿，这儿歪歪这儿呀，那个八字么子哈哥，嗯，师妹现在下单什么时候发货啊？今天给你们发货，现在下单，今天给你们发货。对，今天下单，今天我们现场打包，现场给你们发货。Hello， 小美女。阿姐，我是你准备我去的视频的。嗯。
好的，是的。天。出去吧。像李子呀，李子还没有那个弄完呢。对，超市也才3块多，只不过新鲜度要差一点点。嗯，是酸的还是甜的？酸甜的，八分甜的。你们那个觉得，你们觉得你们那边买要那个划算一点，就是在当地买嘛。对呀，那你刚我拿过水果了吗？我什么特别奇怪，这儿我都是整个就是直接给他那个了。酸的，稍微酸甜甜的。这边也不是。清香啊。啊。清的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味道，爷爷。好吧，那我们自己来拿。来，你拿30块钱，啥子都有了。有一丢丢苦味吧。这个鞋垫。嗯。你今天是跟你国家走了，这个不都一样是不是？看多少吗？10克，你这个。嗯。酸酸的。嗯，酸酸的。你。7-8分酸，1-2分甜的那种吧。这样也不是不太。那不是什么7-8分甜，1-2分酸的那种。这个都把工不是，你家那个是，现在老吗？是了。我。你俺平时在花这块多，俺平时包装的。嗯。这个没事的呢，发没这个，你说没事的发个是，俺肯定没事的发的呀，俺这个没人能去。但是要预计，但是记不住。嗯，你那个添加一下库存，我们玉姐姐想要。啊，好好，谢谢。哦，个半边红。嗯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哎呦，来了，上车吧。我现在先跟哥哥姐姐说好啊，这个我也不赚你们什么米，好不好？我也不赚你们什么米，姐姐们，好不好？你们阿姐来了，我给你们上库存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李子？这个的话叫半边红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个叫半边红，它是7分8分甜，2分酸、2-3分酸。好不好？先说好，我就给你们上。这个有多少单啊？你现在不能给家人们上吧？要那个，就是上车。不，要上车才能上车。上车吗？然后你们要李子的哥哥，这个丁香梨的哥哥姐姐也抓紧拍啊、我们就下掉链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上哇，好新香啊，这个。是不是啊，哥哥姐姐们，有没有哥哥姐姐想要的话，这个肯是肯定的啊。他是1.5块。是吃饭等你觉得吗了？嗯。他说1斤1.5块，1斤1.5块的话就上个5斤嘛。嗯。7.5块的话。加上运费17.5。不管了不。那这地方。哦，来，哥哥姐姐们，17.16，来。16.6，爸，哎呀，直接来个吉祥的数字，16.6，哥哥姐姐们，现摘的啊，现摘的，而且挑选大的啊，16.6，给哥哥姐姐，想不想要？想要的哥哥姐姐扣一波小一，我就要哥哥姐姐们来，哥哥姐姐想要的哥哥姐姐扣一波小一，对，扣一波小一，来，我看有多少单，16.6，进做5斤，而且是。也算是大个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好不好？嗯、对，扣一波小一。这个总共有帮你们那个代购了。对，然后你们收到货以后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感觉到有一点点酸，那你们不要找我们啊，因为我们也不挣你们什么米了，好不好？16.6，来一个吉祥的数字，66大顺，16.6，好，上来，啊，锁定链接啊，我马上给你们上。你细想，怎么可以一个月一波？好。有多少斤啊？我要上树了。不是你要上树，等一下，那哥哥姐姐等一下，我们稍微等一下吧。这个师妹她说要称，拿这个称一下，然后
总共有多少斤，这样子吧，好不好？上车。纯对对，纯八大家代购的丁香梨的话已经没有了，哥哥姐姐们。我看一下。然后哥哥姐姐，刚刚我那个电话我查了啊，那个物流信息我查了啊，我们上传的时候把那个上传信息上错了，导致你们查的货，成都的发到甘肃，甘肃的发到加苏，它这样子。但是说没问题的啊，你们能收到货的啊，没问题的。一斤16.6，不是的，姐姐，5斤，净重5斤，16.6，我就给你们，好不好？现在我给哥哥姐姐再上一点丁香梨，好不好？丁香梨，好好，给哥哥姐姐继续上一下。你们那个支持一下嘛，我们赚一点辛苦费嘛，好不好？哥哥姐姐们，因为我们俩在这边没阿姐好人救本，你这商品诚信主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没关注的哥哥姐姐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我就给哥哥姐姐上一下丁香梨的链接，好不好？你们要的哥哥姐姐还是能拍一单就拍一单吧，因为我们要挣一点生活费，好不好？来。阿姐，李子脆吗？李子的话脆啊，是脆。来这样子的，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师妹她现在在采摘，这样子。来，我打开一个啊，这个叫半边红，但是它7-8分甜，2-3分酸。我打开，哎呀，这样子能看到吗？虫子也没有啊，非常非常的好啊。对，我是帮对哥哥姐这样子能看到吗？9.79，对，来，我这样子，这个就这样子的啊，姐姐们，你们上你这吧，一会要吃，好，等一下，姐姐们稍微等一下，我们就那个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要丁香梨的哥哥姐姐可以拍，啊，这个李子的话，我们帮你们代购，好不好？你们就收到货以后帮阿姐师妹来上5星好评就可以了，但是。哎，16.6有没有一个16.6的链接啊？不知道。来，哥哥姐，等一下，16.6有没有啊？为最主要是有没有一个16.6的链接才行啊？要不然我想给你们上16.6。我一下给，我找一下才行。这个半边红的链接是多少来着？1000？好像是19吧。19。随便找一个代替吧，哎呀。